来了。出来！哎呀，我这一打嗓子就磨叽呀，咱得啥时候能走上啊？哎呦我，你快点！紧赶慢赶也架不住你这么喊，你老头这辈子的长处就是腿短。你别给我贫了！哎呀，给你拿点这个，先博士带上。我再找个兜子去。哎呀，我去吧，你知道哪个兜干净啊？哎呀，别再把橘子整串味儿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大姐，啊，大姐，你干啥呢？这不是爸妈旅游去吗？我给他准备点东西。哎呀，大姐啊，过来，来，咋的？爸妈去旅游跟谁都没商量，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？啊，再说了，不年不节的，他俩去旅游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他俩能有啥妖啊？你来，出来啊！来，咱俩先藏着，来，听。哎呀妈！你说这一找着给我忙的脚后跟生疼，你说这个咋整？你说出个门，你说，哎呀，老头子，哎，给钱顺风打电话，给咱派个车。哎呀，你这么点事儿，你麻烦他干啥呀？哎，我看看那个养老院离咱这多远啊？那你看看，多远？忠孝养老院，7.6公里，咱俩打车去就行。哎呀妈呀，才7.6公里呀！啊，那也不远呢。这本来就不远。我听说了，那养老院那建的老好了，是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。是吃的好，住的好，老太太多。啥玩意儿？好老头也不少。别跟我贫了，快点的吧，抓紧吧。哎呀，哎，啊。这个往哪装啊？是啊，你看看还是没地方装吧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我再来一趟吧。哎呀，瞅瞅这个死老头，干啥都不行，就盯老太太去。我就说有妖吧。啥呀？看明白咋回事？看明白了。咋回事啊？爸没带衣服。什么没带衣服啊？那啥呀？爸妈要去养老院，不跟咱过了。啊？听我说完啊！啊，其实我倒不是反对爸妈去养老院啊，但是你说他俩要去养老院，跟谁都不商量，你说这事儿，反正我不同意啊。那怎么办？小美丽的，那你说怎么？是不是又上屋偷橘子去了？啊？啥橘子啊？我告诉你，那橘子是我给你外甥准备做辅食用的，你一个一个偷着吃就完了，还一兜子一兜子往回拿。我啥时候吃了？我又不是买的。你这叫赵云家的二米粒儿，不是小米粒儿，你就更不行了。你这都啥体格子了还吃啊？不是我爸妈拿的。我等着你问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小青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有比你那一兜橘子更重要的事儿。啥事儿啊？爸妈要去养老院，不跟咱过了。你看他们行李都收拾好了。你看看，为啥呀？为啥？你俩好好反省一下吧。是不是因为最近跟我看孩子累的？是不是最近因为我做的饭不好吃呢？是不是因为你俩给爸妈气的，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，他俩才走的？是还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什么事啊？我才反应过来呀。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！啊，你一天天你在家待着，你不搞对象呢，咱爹妈是懒得瞅你了，你才走的。对，啊，驴子咋的？我保护你。你说的对，嘿，吓我一跳。哎，这么的，我这就找个人来，跟我相亲，把爸妈拖住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叫他来。哎，我也想起来了，谁呀？我找刚子去。你行了，啥事都找刚子有什么用？等你找着了之后，咱妈都在养老院吃上晚饭了。那怎么整啊？我就问你，啊，你想不想让咱爸妈走？不想。那我就得搂你了。那我准备准备。哎呀，搂你还准备啥呀？搂你啊？那怎么的呀？那个啊，大姐呀，哎，就你这智商，啊，咱就别做生意了吧。啊？就你把你那个要投资那个项目给我捣鼓捣鼓。我那项目 啊是这样的啊，对，从咱沈阳中街就是二舅他们家，对，水龙头上接个管子，不用太长啊，2万多公里就够。哎呀，你可行了吧？你可拉倒吧！怎么啥项目啊？异想天开的。谁说的？我告诉你，1:6，投1万，就能赚600万。
哎呀，你可行了吧？到时候别哭着喊着跟我们家钱顺芳借钱啊！我才不借呢，我把房子抵押了。你敢？房子首付俺们家钱顺芳付的。那投的不多，就投10000。你有10000块钱吗？我们家刚子有。拉倒吧，我大姐满兜就50。谁说的？上个月我涨60了。拉倒吧，就50。你看我涨60。60，就是60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啥玩意儿？600又10000又60的？啥玩意儿啊？妈，我觉得我在这家一点用都没有，多余呢。人家小米粒自主创业整的都挺好，这二米粒和人钱振峰对家的贡献就不说了，那我也想为家里做点贡献，我都想找点项目投点资，这二米粒就不让我干。二米粒，哎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，以后不许你欺负你大姐。嗯，过来，大姑娘，大姑娘最好，对家最效力。跟妈说啥项目，妈给你掏钱。妈，这项目可大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从我二舅家那水龙头上接个管子，然后把这玩意咔一下就弄到沙漠的尽头，然后我二舅咔一拧水龙头，拿着管子照那沙漠呲呲呲，就这么一透的呲啊，沙漠变绿洲。妈怎么样？这个哎，这投资小收益可大呀啊，那个投10000明天就能赚600万。你做梦去吧你。我傻姑娘，我一听这话就是骗子，这个资咱可不能投啊。我10000块钱都投进去了啊。不是，你赶紧打电话呀，可得把钱要回来。赶紧打电话啊。对对，好，哎，快打电话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完了吗？完了吗？这10000块钱没了。这得存多长时间才能有这10000？要知道这样跟你们俩商量商量就好。哎呀，二米粒儿啊，你没事惹你大姐哭什么？爸，别管我，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让我坐这哭会儿吧。老头子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你大姑娘叫人骗了呗？啊，那谁骗了？哎呀，爸，你别管了，就10000块钱的事儿。那什么，你俩别管了，把包背上，把小帽戴上。妈，出发，走吧。走吧走吧走吧，你爸呀，你不用管了，不是往哪儿走啊？出吧。不，这时候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得弄明白呀。小米粒儿，站开！大宝贝儿，哎呀！哎呀，你多大个姑娘啊，当着这么大帮人的面，你这事儿做的体面吗？你啊，你还你可真不知道寒碜呢你呀。行行，这胖小子我认识啊。你不那个小米粒工作室的大宝子吗？我有啊。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那个大宝来了。不是这位呢，就是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，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五官清秀，高大威猛的内官风。睡哈。哎呀，哎，我你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，哪个能跟他挨上？啊，不是，我问问你，你到底爱他啥呀？那你爱我爸啥呀？坐，来自己压一压。这也不知道到谁家了。那个，你家的待客之道不咋地，你是不是得整瓶水呀，肉饭爷爷？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你管我叫什么？范爷爷啊。啊，小米粒说你是他未婚夫。对呀。你管我叫爷爷。你咋不管我叫祖先呢？谢你不会排辈儿啊，小伙子。那个，能给你倒点水？你等会儿你就别整水了啊！你这有奶你整水，那抠搜的呢。呀，这就是
辉山鲜博士鲜牛奶吗？对对对，辉呀、啊，3.4克优质蛋白，口感醇香，我还没喝过呢。那你尝尝，那我先炫一个了啊，不好意思了。你慢点。哎呀。太好喝了，这玩意儿。小伙子，啊，我问问你，你是干啥工作的？我这不是小米粒工作室。那个我没工作。没工作，你指着吃啥呀？指靠我爸。不是，你爸我认识啊。你爸不就在小区对门的足疗店里捏脚的吗？啊，对。后来上旁边那饺子馆捏饺子了。现在饺子都不捏了，我现在干啥呢？现在主要俺家的经济来源就是靠借。借啊？那你跟别人借钱，你将来不得还呐？还啥呀？我家那家产呢、啊、那都是我爸辛辛苦苦委曲求全，一分一分凭本事借来的，凭啥还呢？不是我没明白啊，就是你爸欠那么多钱啊，现在还敢出门吗？现在出不出门我不知道，反正让警察得走半年了。我说那你爸现在不在家，那你靠啥活着？我靠抢红包。上哪儿抢红包啊？微信呐，抢红包啊。哎，这得你把我加好友，咱转你家群里去，你看看这事儿。我可不加，我怕你抢我。那啥，你妈。啊，啥事？咱家户口本在哪儿？干啥呀？那个，你给我找出来，我俩要登记。一会儿明天你就下班了，登记，快！啥玩意儿啊？你们俩要登记啊？这么大个事儿，你跟你爸商量了，还跟你妈商量了啊？你自己做主了，这要登记呀、啊？你可真气死我了！大米粒，二米粒，赶紧上，给我说。这小米粒，太不像话了！你这大宝这人行。挺好，都同意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说啥呢？你俩说啥呢？啊？啥玩意儿都同意呀？这个人靠谱吗？啊？你看看他，一天靠抢红包，吃的跟个嘎子罐似的。这要是进咱们家，光还不得爆炸了啊？小米粒儿，你家人说我像嘎子罐儿，这个我同意。但我炸不了啊，我没气儿啊。但是现在我有气儿了，小米，咱俩呀，黄了吧，我走了。你我走，我就走。宝宝，你别听他们的，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。嗯，宝。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我一直以来期盼的完美伴侣。我不能没有你。我吃饭的时候想你，工作的时候也想你，我今后的漫长生活更是不能没有你。你费劲吗？宝宝，小美玲啊，你给你爹留点脸吧。我当年我戒烟戒酒，我怎么就要了你这么个玩意儿呢？哎呀，妈，有脸疼啊！别生气，妈，别生气。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啊，你们不太懂。对，来，你们该那个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。对，啊，该走走吧。啊，好不好？该忙忙。走吧。哎呀，走吧。还往哪儿走啊？是啊，我们还往哪儿走吧？你妈，你们不是说要去那个？养老院住去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们去什么养老院呢？这不嘛，咱们小区的你陈叔住养老院去了。我和你爸寻思啊，我们都是老同志了，过那头去看看他们去。再说了，就你们几个在家，把家整成这样，我和你爸能放心离开这个家吗？那你不是去养老院住啊？谁告诉你我们要去养老院住的呀？妈。我们就是不想让你们去养老院才演这出戏给你们看的，我也没让人骗了。妈，不能去养老院，我们还没跟你们待够呢。爸妈，
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咱家俩宝呢，我们还要伺候你们到老呢。对，你们养我们小，我们养你们老。说句实话，我跟你妈也舍不得离开你们。嗯，现在我们也没有去养老院的打算。是啊，等到你们日子过好了，小米粒也成家了，宝宝也长大了，对，我跟你妈到那个时候就去养老院安度幸福的晚年。哎呀，那个大宝啊也是来配合我演戏的。那个其实他也不是靠抢红包活着，大宝这人挺好的。你们这帮孩子，叔叔阿姨对不起啊。那个小米粒啊，你看这都多好是吧，要不咱俩也是假戏真滚。我就不滚。你还想干啥呀？我想干啥？我叔叔阿姨不是想上养老院吗？我开车送你们去。好，行了，接孩子了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那就给你看娃娃了啊！给我耗子了。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叔啊，哎，我有个事想跟你说。你说，你不也盼望着小米粒早点成家吗？啊，那我和小米粒的事儿，你合计合计呗。你要是同意啊，我就开车送你去。我还是打车吧。哎，叔，咱这有车，你打啥车呢？